2013年9月，德国国脚厄齐尔已破俱乐部历史纪录的4250万镑转会费从皇马加盟。而今年2月，埃森内官方宣布与中场核心厄齐尔完成续约，新合同持续到2021年。厄齐尔的周薪达到了35万英镑，他也成为阿森纳历史上周薪最高的球员。2013年9月14日，在当赛季英超第四轮的比赛中，埃森纳客场3-1战胜了桑德兰。本场比赛，下窗从皇马转会埃森纳的厄齐尔上演首秀，并在比赛第11分钟送出助攻，帮助吉鲁取得进球。2013年10月2日，在欧冠小组赛第二轮主场迎战的那不勒斯的比赛中，厄齐尔在禁区边打入自己埃森纳生涯的首球。2013年10月20日，厄齐尔在埃森纳主场对阵诺维奇的比赛中迎来了自己的首粒英超进球。在比赛的第58分钟，厄齐尔接队友传中头球破门，这也是厄齐尔职业生涯的首粒头球。2015年4月4日，埃森纳主场迎战利物浦，在本场比赛中，埃森纳4-1打胜利物浦，厄齐尔在比赛中主罚任意球破门，打入埃森纳第二粒进球。2015年10月4日，埃森纳主场迎战曼联，在本场比赛中，厄齐尔先是助攻桑切斯为球队首开纪录，随后又在禁区内攻入一球。2015年10月21日，埃森纳在主场对阵拜仁的比赛中迎来了自己本赛季的欧冠首胜，在本场比赛中厄齐尔攻入一球。2016年11月2日，埃森纳客场3-2逆转卢多格雷茨，在比赛的第88分钟，埃尔奈尼挑传助攻厄齐尔上演绝杀。2017年12月23日，埃森纳3-3战平利物浦，在先失二球的情况下，在5分钟内连进三球，厄齐尔在这场比赛中打入埃森纳的第三球。从2013年加入埃森纳以来，厄齐尔一共为球队出场199场比赛，取得37粒进球。在加盟埃森纳的5年期间，你对于赛场上的厄齐尔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呢？